You are beautiful、哦、好漂亮，哇塞厉害了，你是不是感觉在镜头里面的特别好看、嗯、是不是？怎么了？然后我是一个网红啊，然后那个什么、嗯、今天在做节目，请问今天有一个话题啊，我们做的一个话题，今天是3月21号，今天是世界的那个吟诗日，今天主题是今天你诗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吗？那怎么才会呢？不是你想的是啥呀？啊？不是你想的是啥呀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淋雨啊。诗人的诗，哎呦我的天哪、啊、你在想啥呢？哦 我以为你问我有没有被淋湿。不是淋湿，我是问的淋湿了没有、啊、哎呦这好污啊你啊。我没有污啊，我今天没带伞，但是我一直在逛商场，所以我没有被淋湿、啊、看得出来吗？湿没湿一眼就是看得出来吗？对不对？真的、啊、哦对不对？太尴尬了。这是你是哪里的女孩啊？河南的。河南的。嗯。用我们的河南话跟我们的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。嗯，我要说什么呀？用老乡家乡话。嗯，你先让我说啥？就那个，大家好，我是我们就是我叫什么？我来自河南，我们在重庆这边怎么的玩耍，然后那个欢迎、啊、嗯，你们兄弟们说我美不美？你说就说、是、嗯，就怎么说？啊，我不知道要怎么说，好久不说。就回忆一下，你爸爸是怎么说的？来，我说一下，来开始。中不中？啊，就一来中不中？中。中不中？做我媳妇行不行？中中。不然你们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，你弄啥呢？是不是？你弄啥呢？你弄啥呢？中。你弄啥呢？中不中？就做我女朋友中不中？啊，那不中。为毛这个不中呢？是因为长得太丑了呀？因为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。我为毛就你喜欢那种类型呢？嗯。我喜欢吊大的啊，不是说说肥皂打掉，是不是肥皂 No 肯定颜值，颜值并没有什么卵用，那玩意儿不能吃又不能用的，知道要活好才是最关键的，是不是？这是不是？太污了，是不是太污了是吧？你叫哪个？你叫什么？回去可以看小马看看你、啊、小马哥。好好好，然后那个什么，就是说你觉得你是一个很污的污妹吗？我不是，我很单纯。很单纯，我没看出来。我非常的单纯。自我介绍还没做呢，来自我介绍来。我叫菲菲。河南话。啊，我叫菲菲。那叫菲菲。那是陕西话。我等陕西话，不好意思。然后在河南那个。对，那个新秋啊，那个新秋。新秋是个什么鬼？新秋就是你傻逼。不是，开灯是啊！不是，行秋是傻逼的意思啊！啊，真的是、啊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、啊，我不知道。哎，我那个亲家嘞，你这是又在弄啥呢？哎我。